多謝主席。好，唔該曬袁生。跟住落嚟係獅子山學會白仲琪先生，白生。多謝主席。主席，今日我代表獅子山學會，我想問一下，其實呢度邊度覺得亞洲首富係唔夠錢使嘅咧？即係如果個機制淨係睇住年紀自動派錢，其實真係連亞洲首富，好似其他之前有幾個人都講咗，佢哋都合資格攞嘅喎。即係如果一個機制淨係過65歲就派錢，其實點可以叫保障呢？所以其實應該改名叫做老人派錢計劃。我哋獅子山學會咧創會目的真係好簡單，就係幫助社會真係要需要幫助嘅人。所以我哋反對你分薄俾真正貧窮、真正有需，好似啱啱頭先幾位舉例嘅，例如唔小心撲親、整親腳翻唔到工嗰啲人嘅資源，而走去無啦啦派錢俾亞洲首富，佢根本連即係睇張 check 嘅時間都冇啦，你俾佢做乜啫？我想問啊，呢度贊成自動派錢嘅人啊，你哋點對得住我哋獅子山學會最大班嘅支持者？即係香港入邊真係有需要、真係幫唔到自己嘅人咧？啊、主席，一個幫助真正有需要人士嘅計劃，係一定要經過收入同埋資產審查，唔可以淨係睇貧窮線。點解呢？因為香港政府設立嘅貧窮線，淨係睇收入唔睇資產嘅。咁我自己識得有一個老人家咧，我叫佢做老富翁啦，佢自住過千萬嘅豪宅，仲啱啱買一層樓，係啲舊樓嚟嘅，咁啊幾百萬現金就咁擺喺銀行户口收息。不過而家利息咁低，佢每個月利息收入得個3-4千，咁如果你睇翻貧窮線，佢咪界定為貧窮有需人士？咁你贊唔贊成？如果機制自動派埋錢俾呢個老富翁，係咪又少咗資源俾啲真係有需、真係窮、真係幫唔到自己嘅老人家咧？支持咁樣嘅機制自動派錢，我喺度話係實在冇良心。所以為咗真正要幫嘅長者，獅子山學會強烈反對任何冇收入、任何冇資產審查、連亞洲首富都有份攞嘅老人派錢計劃。不過大家如果係都咁想派錢俾亞洲首富，都唔係唔得嘅。即係如果有一日佢生意失敗，搞到收入同資產審查都通過到，咁我哋獅子山學會就絕對支持佢去申請攞保障。甚至我本人喺度講埋，我幫佢填埋份申請表格都仲得啊！多謝主席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哋呢啲咁嘅内容咧，就历史系重复、重复又重复。刚才我几位同事咧都清楚，即系成个如果政府要做咧，就应该立定心肠。有边件事系冇分歧嘅？特别面对香港嘅信奉自由学派一批人，包括唔好意思，白山，即系我咁讲咧，我本来想提醒问你同阿钟伯伯一个太对话，俾我谂，因为时间我哋已经过咗啦。我只係講就話，即係你面對住一啲以香港一般人都用一個自由學派嘅諗法，但去到今日都變緊嘅，剩翻啲係一啲好執著、好固執嘅自由學派。不過我呢個批評呢，就唔係我講嘅，係好多人嘅批評。我就覺得我想 ，OK， 我諗你就簡單啲啦。我諗我只係有個奉勸，所有啲人執著嘅，唔該落下地先得。即係如果我哋大家聽下鐘伯伯聽多啲例子呢，可能對我哋做好我哋對政策上一啲研究亦都重要嘅。點到呢，好多謝你。白生，你要求講我俾一分鐘講，唔好意思係嘛。即係少少我都尊重返你，你講返一分鐘唔該。多謝主席。我就想講你話我哋固執自由學派固執係嘅。點解固執？因為我哋見到其實呢個字好多人都講，就係、是、不公義嘛。咁我哋覺得就係話我即係認真啦，我唔知你信我好唔信好，我真係覺得點解我反對全民退保，就係因為佢派錢計劃。點解唔將啲即係你派俾100個人，點解唔俾即係俾分俾真係30個人咧？即係真係需要。公款同派錢有咩關係啫？即係你公款係各位朋友，你公款係個資，即係喺邊度嚟嘅啲錢？但係啲錢。工党嘅朋友，请停先。嗱，我想讲，我点解呢个问题唔先正式用我三中问呢？我谂一定出现啲局面嘅，秘书处提俾我。不过我就想讲，既然今日仲剩翻位白山树呢，我觉得由嗱呢个辩论系好耐嘅，我知大家都好怒气，包括我都怒气。不过我就觉得公道啲，由佢讲完之后，我心知肚明佢嘅答案系点嘅。问题就话都俾个机会佢讲下嘢。白山继续用你半分钟。
就是你怎樣供款是一件事，我不想講那邊住，但是你怎樣派錢是另外一件事，兩樣沒有關係的。 OK， 好，不要緊，各位朋友，各位同事，我覺得呢這個問題可以繼續爭論下去。不過我想講，今日有78個團體來，我看了所有名單，是絕大多數都經過幾十年不斷鍥而不捨咁爭取全民退休保障，或者將來退休保障服，我哋大家就覺得自由學派繼續咁堅持呢，唔該去睇下而家我哋嗰啲窮人係點過生活，睇完之後你先再做研究啦，係咪？